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培根老师。今天这个节目是由银发一起玩与武林文创的全新制作单元哦，叫做唐诗功夫养生操，请大家跟着我每一天做3分钟到5分钟，包着你元气满满，精神百倍哦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白居易的芳草诗，我们借着这首诗要模仿跟小草一样的生命力，希望各位大哥大姐可以越练越健康，越练越有活力哦。这首诗的训练重点是我们的下半身下盘的稳定度，我们希望借着这首诗强化各位的大腿肌力，然后我们可以在家或在外面预防跌倒，每天练3到5遍，我们保证你可以马上改善你的下盘稳定，还有预防跌倒效果。芳草诗，白居易，预备。离离原上草，换边再一遍。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，一岁。野火烧不尽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春风吹又生。